OK，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要来到第八课哈。OK，那第八课呢是有点算是配合母亲节的这个来临了哈。OK，那我是觉得其实他这个故事写的还算是蛮不错的啊。那同学呢，也许也可以思考一下，趁机思考一下你自己平常跟你的母亲、跟你的妈妈的一个互动哈。OK，好，那我们这个。闲话不多说，就来看到课文，因为这课的课文呢，稍微比较有一些地方比较有一点描写性，然后所以呢，可能要多花那么一点点时间。OK，so Unit 8, Mother's Hands. Night after night, Mom came to tuck me in. 好，这个 tuck someone in，然后这个在我们这边呢是比较家长没有这种习惯，哈。那在国外的话呢，通常他们都会，在这个小孩子去睡了之后呢，然后呢，这个家长会再过去呢，稍微帮他，把被子再稍微弄好一点这样子。OK，那这个当然，其实 tuck in 的话，原来是指塞的意思，比如说你把衣服塞到那个裤子哈，那个腰带这边里头去，或者是呢，被子的话呢，就是说把它那个呢会这个跑空气进去的地方把它塞好哈，让它呢能够不透风。那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说，在欧美国家，他们的冬天呢，往往都蛮冷的啊，哈。OK，那这个也是呢一个保护小孩的一个蛮温馨的动作了哈。OK，那要不然的话，即使你说以现在都大部分都有暖气啊，其实也不见得需要这样啊。但是呢，就那个就是一个亲子之间的一个互动哈，tuck someone in，帮人家把被子盖好这样。OK，even long after my childhood years，那比较特别的是这边这个妈妈呢，她是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Even long after my childhood years，as part of her nightly routine，as，OK，as 这边我们说是作为的意思啦，哈，OK，就是后面妈妈做的这件事情呢，等于就是好像是作为是 part of，OK。好，那你说为什么没有 a 嘞？哎，因为呢，如果我们前面没有形容词的话，你就会直接说 part of，就好像你说 music is part of my life，sport is part of my life，那这边也是一样啊。这个呢，就说 part of her nightly routine，nightly 每天晚上哈。这边呢，如果好比说我们如果说每天的，那我们会说 daily，对不对？我们可能有 daily routine 这样，OK。好，每个月的 monthly routine 有没有？好，OK。那 nightly 的话呢，指的就是每个晚上的哈，OK。好，nightly routine。She would lean down, push my long hair out of the way. Out of the way 的话呢，这边当然指的就是说啊，拨开的意思。因为 out of the way，因为他这边的话等于就是说，因为妈妈要亲一下他的额头，那额头上面有头发，所以就把他呢从这个。我们说哦，从这个路上清走，那就是等于把它拨开的意思吧，out of the way，哈，不让它挡在那儿，OK？And then kiss me on the forehead. I don't remember when it started annoying me. OK？然后他说不记得是 when it started annoying me。好，这边的话呢，我们说 when 何时啊，哈，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问句，本来应该是 when did it start annoying me。但是现在因为放在 I don't remember 的后面，我们当做一个所谓的什么间接问句。好，那因为是间接问句的关系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主词、动词，就照牌啊。哈，好，那不要再有那个助动词了。你不要说 when did it，而是说 when it started，那个过去式把它放回去。哈，好，他说呢，I don't remember when it started annoying me。Her hands touching my face that way。好，这个 it 的话呢，就是指的是后面的这个。好，破折号后面说明呢，her hands touching me，touching my face that way。好，but it did annoy me。好，这个 did 在这边的话，我们说是强调的嘛，是的确是啊，哈。OK，it did annoy me，for they felt rough against my young skin。for 这个字我们在前面的课的时候曾经讲过，这边相当于什么？这边其实就是 because 的意思啊，哈，好，只是你用 for 的时候前面一定要逗点啊，还记得为什么吗？哎，因为呢，它是一个对等连接词，跟 and、but、or 一样，哈，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有个逗点，但它表达的意思是因为哈，for they felt rough against my young skin，they 这边指的是他的什么？指的是这个妈妈的手哈，OK。
好，这边是说 they felt 他们哈、哦，这个手让我感觉起来的哈、哦。OK, rough against 靠着哈、哦，因为呢它摸着它是靠着 against 这边呢不是反对的意思，而是说靠着哈、哦。OK, 好，碰触在我的脸身上，碰触在我的这个那个 young skin 上面，然后感觉呢是 rough。One night, I finally roared. 哇，有这么生气呀、啊、哈！Roared, "Don't do that anymore. Your hands are too rough." Upon hearing this, upon 就是说一怎么样哈？OK，好，一怎么样，然后后面说就怎么样？OK，好，一听到这个 upon，那 upon 我们知道是介系词的哈，所以你后面呢，当然呢，遇到动词的话，你就要用动词 ing。好，你除了用 upon 之外，其实也可以用 on。OK，一样的哈。你可以说 upon hearing this 或者是 on hearing this 一样的 OK 好他说 mom stepped out of my room without saying a word OK 感觉呢妈妈是有被吓到哈或者是有点震惊啊伤心到了哈 I lay awake 醒着的好请注意到从形容注意到这边这个是形容词啊、哦、哈好所以呢是形容 I我躺在那边，我的状态是怎么样？哈，那既然是形容我的话，所以是形容词。OK, long afterward, with my words haunting me. 好，那呢，脑袋里面呢一直有哈这个他讲的话哈。OK, haunting me. 这个 haunting 的话呢，等于是用来形容什么？形容这个 my words 哈。因为我们 with 后面一定要加名词的，所以你如果还要再形容说这些话是做了些什么事情，那我们只好用分词咯哈。所以他说我的话一直呢，好像这个就是 haunt 的话，只是说不断的去造访这样。OK, 不断的去拜访，不断的去造访。有时候我们说这个房子闹鬼，就是说一直被鬼拜访。OK, 所以呢感觉上就是说那个话在脑海里面一直挥之不去、啊、哈 However, pride suppressed the voice of my conscience OK, 他呢也很骄傲不肯低头、啊、哈所以他说他的 pride 这边 pride 是指他自己的一种自傲、啊、哈 OK, 好一种呢这个拉不下脸来 suppressed the voice of my conscience 好 OK, 好跟呢这个他呢这个自责来比呢可能那个时候他更加拉不下脸来所以就把那个良心的那个声音把它压下去了 And I didn't tell her I was sorry From that day forward OK 或者是你说 From that day on From that day forward 从那天起之后 Forward 往前这边指时间往前然后从那天开始之后 Mom would never again close out my day Close out 这边就是 end my dayOK, 你也可以用 end, 就是做一个结束啦做一个结局做一个结论这样子 okay?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close out the paragraph, close out the article, 这样子 okay? 好那就 to end something or to finish something. 好那这边 to end my day with that familiar expression of her love, 就没有再发生过了 OK, with the passing years,随着这些年过去了哈 ，with OK 随着啊 ，with 的话我们说和什么什么哈，好，所以就是说，哎，随着这些年，当然你也可以说 as， 用 as 的话你就可以说什么 ，as the years pass by， 对啦，好，你也可以说 as the years pass by，my thoughts have time after time returned to that night。OK, so have returned to that night, OK? 好,这些年啊,一直到目前啊,哈,他会用 have returned 表示到现在其实他都还一直啊,从过去那个时候,然后呢,随着这些年过去到现在,他都还一直啊 ,OK, 一直呢,回到呢,那天晚上 ,time after time, 一次又一次的。I realized one thing, if I had been mature enough,I would not have said such a mean thing to my mom. OK, 好，这边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一课的重点叫做什么？叫做假设语气。OK, 其实也不太陌生了啦。哈，好，那这边他说，如果啊，要是我当初 ，OK,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一个 if， 然后呢 ，OK, somebody had. OK, 有没有？好，用了过去完成式，表示是比过去更过去的一种。那这是一种假设语气的表达方式的哈 ，OK。If I had been mature， 好，那当初的话呢 ，I would not，OK、okay?。然后呢 ，have，OK、okay?。
然后呢，过去分词 I would not have done something. OK， 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与过去事实相反。如果当初 If I had been mature enough， 当初我要是成熟一点的话 ，I would not have said。OK， 好，我当初就不会这样讲哈。那其实不难理解了哈。OK， 就是说这个结构，因为同学你看到后面，他如果说 I would not say， 那 I would not say 的话呢，就会变成在讲现在，我现在不会讲，不对啊哈。好，所以呢，你还是要表达说那个时候就不会说的这么恶意的话。Mean 的话，这边是指说很恶意的哈。OK， mean。For example, you say, "Oh, you're so mean. Someone was so mean." 他这样子很坏啊。OK， 好，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 ，I would not have said. 我当初 have said. 这边用 have said 的话，就是表示是过去，那个时候就不会讲这样子啊。哈，这个口出这种恶言，伤我妈妈的心，这样子哈。OK， 这样可以了解吗？啊，好。然后呢，他说 ，I missed mom's hands and her goodnight kiss. Sometimes.The incident seemed very close and sometimes far away. Incident. 好，那他用了 incident 的话呢？因为我们说 incident 通常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而且通常都是比较负面的啦。好 ，OK， 好，那所以这边的话表示说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许当然这个事情跟世界上任何除了他跟他妈妈之外，其他的人不见得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对他来讲是一件大事，然后所以他用 incident 这个事件。Okay, seemed very close. 因为呢，回想起来好像就近在眼前哈。And sometimes far away. 有时候呢，又好像，我想我们对于回忆大概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啦哈。有时候呢，也许画面很清晰，但是有时候又好像okay. 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说回忆其实不一定靠得住哈。And yet. 好，我们之前曾经提过说呢 ，yet 啊也可以呢单独做连接词。好，但是这边的话 ，yet 就不是连接词，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 and 的，有没有哈？所以这个 yet 的话呢，是一个副词。可是，然而啊 ，OK，and yet，OK 表示呢说啊，可是 ，it was always there，OK，in the back of my mind，OK，in the back of my mind。我们有时候讲中文，我们都说那个哈、哦，那个东西在后脑勺啊、哦，你就是好像隐约还记得这件事情。有点那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反正他还是一直在那里哈。也许不是你最先会想到的事情，但是他永远就是会在那里绕啊绕这样子。OK， in the back of my mind。OK， 好，那这个就是呢第八课的第一个部分呢、啊、哈。好，那有关于假设语气的部分，如果还是有不太了解的地方呢，同学可以再来问哈。好，那先到这里，拜拜。